说起我以前记忆，阿卡正使用胸有虫子的枪，枪吊戳到，倘若可以吃彻夜不眠的猫头鹰夫妇很出力为我去转递信息，那么我想一切都会顺当的。猫头鹰夫妇接着读，表示愿意效劳。于是阿卡请求熊猫头鹰动身去找外出莫归的未归的黑老鼠，叫他们火速赶回来。他又叫雌猫头鹰到居住在隆德大教堂的草鹃鸟弗拉，对，接着读，弗拉米亚那里去执行一项非常秘密的任务。阿卡只是压低了嗓门，小声地说话。雌猫头鹰听